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新年快乐。爸，多发点儿吧。收成很好，还没到一千呢。嗯，300，多少都可以啊。有时候给我700-800呢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会儿。红包都得上交。嗯。去年红包基本都帮他收了。我这一句话全在我妈那儿呢。自愿的，他是自愿的。不愿意也不行。因为他觉得我这三大四的容易把钱搞丢。自己留着，我自己留着呢。买些好吃的，比如冰淇淋、巧克力、芒果。买玩具，买新衣服，给我买我自己喜欢的直升飞机，还有书。长大我有打算，现在没有。等我爸爸妈妈老了，可以给他们花。我对钱这事儿没欲望。屁。那个什么，给他保管，然后呢，保管完以后呢，就不见了。买东西，充游戏。你说你不充吗？妈妈。红包可不可以给我保管呢？